前面那个石缝底下，你看，发现一个长鱼的长尾巴，刚刚还在那里一直蠕动着呢，你看，还一直在摇摆着，是个活的，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哎，一条海鳗，哦，哇塞，看，哇，哎呦，哎，他在说什么？他在一直在张着嘴，他在，哎，太恐怖了，把它放到桶里面吧，他一直掉头朝着我。哎，别，进去！妈呀，跟一条海蛇似的，有点吓人哦。收了。啊，走吧，咱们上那边去看看，这条鱼还活不活啊？这是一条小安康，长得胖胖的，看它这个导航灯。哎，活是不活？好像不大动了，是一条死掉的。咱们这个叫蛤蟆鱼，也叫安康鱼，虽然这长得丑。但是有个非常吉祥的名字，安康。收了啊！哎呦，看，这边这个底下，这是一条黑头。来吧，他们就喜欢贴着这个石壁躲起来。哟，别躲，捏住他头了。看，这只个头也还行哦。你给他收了，摘着了，上货。哎呀，一翻这个水就红了，有点看不大清楚。这底下有只八爪鱼，看，一个头好大，哇塞，一条大八爪，这是个短腿的，你看，脑袋鼓鼓的，跟怀孕了似的，里面有水呀、啊，不会是要蜂鸣墨汁想攻击我吧？这个脑袋也太大了，跟吹了气球似的，放到桶里面。哎呦，这边这个石块壁旁边也是贴着一只这个黑头，他们这个鱼啊就喜欢贴在这个底下，别跑。哎，坏了，它又回去了。哎呀，这贴的太紧了，看，这只个头也还不错。哎，哎呦天，快先放到桶里面再说吧。这鱼太快了，现在这鱼，小鱼，游得快。哎呀，这些水坑翻起来有点浑。耐心，每一个都翻起来看。哎呀，这边这是个卡螺，肯定是个死的吧？应该是个壳。哎呦，看这底下藏着什么？看到没有？藏着一只八爪鱼哎！你要继续到海螺壳里头吗？看，八爪鱼还不错啊，收了。哦，这边你放到一只八爪鱼，看到没有？它的腿刚刚系在这个石头上的，下去了，看怎么样？哇，这是一只短腿哦，跟起了鸡皮疙瘩似的，这个身上颜色一阵黑一阵白的，变色了啊！来收，继续啊，这个水有点浑呀、啊，什么情况？哇、哦，这边有忽然一条大鱼，这是条鲈鱼。这条鲈鱼看行，个头不小的，得有两斤有了啊！回家清蒸可以。收了，哇，今天又是收获颇丰的一天。咱们再往里面继续找一找，走。看到没有？这边有一只小河豚，游得好欢快呀、啊！哎，上哪？游走了。这个太可爱了啊！也不能吃，还有毒这东西。来，给它放了吧。再抓几只能吃的。那边有一只螃蟹，这是一只梭子蟹，那边有，哇，这种梭子蟹，个头啊，适合做个香辣蟹是可以的，还行哦，很活。哎，别夹我，小螃蟹好凶啊！这边还有一只呢，底下都卧着小螃蟹，你看到没有？这边这个水坑里面，哎呀嘿，这边又一个，哟，都喜欢，哎，又夹我，上哪？你夹我，我就得把你带回家了，看，
这是个头，收了啊。前面还有一个，这边也是。看看看，也是一只梭子蟹。哦呦，这种大小的正好啊。来，今天可以凑个一盘，收了啊。嘿嘿。哦，这边是礁石区啊，应该会有一些货吧，这个石块底下。过来看这边，哇，这是一只八爪鱼啊，在这石块底下，抠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这是个短腿，这个洗干净，哇，这个腿上吸着好多这个石块，这吸盘吸附力太强了。一只小短腿上货，哇，这只个头不小啊。大大的脑袋，看还吐水呢，收了啊！这些石块底下咱都带着啊，慢慢看看。哎嘿，哎呦，你看这个蟹空壳了，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海鲜了，不能要了。看这边，哎呦！你看一下，这边一只小八爪鱼，吸在这个石头边上的，这只小啊，这是一只小豹头，好可爱哦，是一只比较小的这种小短腿，但是个头也还行了，它要站起来，哇，这个有点长得像鱿鱼，看它这个腿特别的嫩，来上货收了。这个石缝中间，哇、哦，看，看到没有，它跟石头的颜色一模一样了。都找不到哦，游走了，游走了，突破了，快快快抓它！这也是只小短腿，哦，它身上星星点点的，好可爱哦。这只短腿个头也不错的，哇，它这个爪吸在我的手上，跟过电似的，还行啊，收了。上桶里面，咱把这个石块都打开看看吧。哎呀，哦，哎呦，看，你看我翻到了一个什么，也是一只。短腿小八爪，这只小哎，看这种个头的其实才好吃呢，一口一个，连头带腿的就都吃完了，上货啊，收了。这个沙里面有一只大蟹蛤，哇，这只个头大不大？这个个头过瘾吧？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羡慕羡慕？今天晚上回家又有海鲜大餐吃了，来收了。这边又一个，哇，你看这个肉肥啊，它这个肉都已经。没过它那个壳了，看它是微微张着嘴的这一只，嘿，你看吐了个小泡泡，嘴巴闭起来了，这只个头感觉好大呀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也不比那只小，这只个头也是很过瘾的个头啊，收了，一只大蟹蛤，上货。我这边发现两只海星，这一只太特别了，你们能看清楚它是几只脚的吗？一二三。4567，你看，这是七只脚的，一只七脚海星，哇，好漂亮！分叉了，前面还有一只，这就正常啊。这是一个五只脚的，看这下面那个小爪，看，还在里伸着，它就是吸附这个礁石用的。看，两只上货，继续，前面有个水坑啊，这里一条海鳗，看，可能是搁浅下来的，这只海鳗颜色发青啊，哇。这种海鳗现在特别的怕冷，不爱动弹了。这只个头没有我上几天捡的那只大，但是也很可以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哎呦，看着游的好快，看往桶里面。哇，这一只颜色是灰色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也是很漂亮。上几天捡的那些颜色发黑，不知道是不是品种一样的。但这种海鳗很好吃，也挺贵的，很值钱。收了收了，上货啊。看到没有，前面这个水坑里面一条这种小安康，最近冬天这个鱼可多了，不知道这个，哎呦，活的，它居然甩了我一下，这是一只活的，你看它游，哎，天啊，这个东西很难活着，一般离岸以后啊，这个还活着，尤其这种小的更不肯活，它还游呢，看起来好丑啊，这个鱼，我用两只手把它小鱼鳍拿起来给大家看看，看这个大嘴啊，这眼睛好漂亮啊，绿色跟蓝色的，很通透的感觉啊，跟宝石一样。这个鱼回家红烧吧，有点小这一只，够呛能够一盘呢。多切点韭菜在里面，也收了吧。这边这个洞里面朝这看，我发现一只好大的龙虾，看那个大钳子了没有？
它钻到这个洞里面，我得把这个石头都打开。哇，别夹我！哎，掀开它！哇，这大龙虾怎么样？大钳子直接举起来了，这想攻击啊！我看我这边脚边上有一只小短腿八爪鱼，好可爱哦，好漂亮呢，这一只拿出来给大家观赏一下。嘿，出来，噔噔，小暖，嘿，倒着游，哎，这只可以哦，会仰泳。来吧，上货一只小短腿，把它放到桶里面，带着它继续啊。这个大水坑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嘿，搬开这些石块看看。哦，有货，这边还是一只长腿来，看看，它把这个爪都已经握进去了。哇塞，看，可以洗干净。这是一只大长腿，来，怎么样？中等的个头啊，还行，咱也给收了，收获。这边这个沟当中这个缝隙有条海鳗窝在这的。哇塞，你可真会找地方。看，这只海鳗怎么样？个头好粗啊，身上特别的滑溜。这只啊，冬天冻的都没有活力了，天冷了，海鲜也懒了，不大爱动弹，但它是活的，到我们家温度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啊，它就开始游了。咱们上那边看看，走。哎呀嘿，哇，看翻到一只大八爪鱼，这只过瘾。哇，这只个头大，看吸得好紧啊。哎呀，刚退下潮的地方就是有货，怎么样？哇，四只俱全，而且每一只腿都很完整，收了啊！继续。哦，这边，也是一条长腿八爪鱼，这是一只大包头啊！来，拽出来！嘿，哇，看这个爪！天啊，这是刚吐完沫吗？看这边！哎呀，这八爪鱼吐沫了，可能刚刚要攻击人，被我发现了，收了啊！大家注意看一下啊，这边这个石块中间。有一只这个小短腿八爪鱼，是不是很难发现？刚才就得仔细的观察。哇，看，翻出来了，这只长得好可爱哦。看这下面飘过来一团沫呢，这个沫也不知道是不是它吐的。来吧，上货一只小短腿八爪鱼，收了啊。嘿，哇，这边这只大，天哪，几只脚撑在这的，这是一只短腿。哇，这只脑袋大呀，是一只孕妈妈吧？这只个头可以哦，过瘾的个头，收了。哎，石块底下看看。喂，看，是不是翻到一个腿刚伸出来一下？哇，这是一只长腿八爪鱼。来，看，这只个头也不错哦，又收获一只八爪鱼，中等的个头吧，可以的。这种大小的腿特别的好吃，很脆的，上货。这边这个水，哇，这边这个大鱼啊，刚看到一滩沫呀，这边还有一条大海鱼，哇，哎呦，妈，太能甩了，来，看，哇，这个大鱼啊真有力气，怎么样，看这个头过不过瘾，上货了啊，咱收，哎呦，哎呀，别甩了，打点水养了，有点缺氧，这个东西在这儿。哦，看这边这个洞里面，我发现一只大龙虾，看，被我惊动了。看那个大钳，把它拽出来。妈呀，它这个钳子要攻击我，把你拽出来。息怒，你淡定一点。慢慢的拽出来了。哇，这只个头不错的样子，看怎么样？这只龙虾大不大？看那个大钳子，哇，直接就投降了。这两只须子也特别的好啊，很完整，也很完好。来，立起来。啊，收了，很漂亮啊！来吧，放到桶里面。这边这一块水好清啊，咱们放在石块底下。哇，清澈见底。哎，你看，这边这是个啥？小安康鱼，这只好可爱哦！你看，已经死掉了，已经不好了，这只睡掉了。哦，活的耶！它居然游起来了，我以为它已经死掉了。哎呀！是一只活的安康鱼，哎，个头还不错呢，看，再给它收了吧，好争气呀，很难捡到这种活的安康鱼。哇，这边发现两只海星，
这一只好特别哦，这一只有七只脚吧？六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只海星哎，六只脚，怎么样？这边这一只，这边是五只脚的海星，收了一对儿，看，都好漂亮啊！这里颜色还剩一点，这个很特别哦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跟我要，别不好意思哦，啊，我带回家晒出来。哎呦，我看，这刚刚什么东西吐了沫？这是有八爪鱼哎，下面还只螃蟹跑了，哎呦！一只花盖，哎，这边一条鱼，看到没有？红色的，好漂亮。我看这是什么品种？哎嘿，不好抓。啊，这种越小的鱼还不好抓，上这了，上这个水上了，好漂亮啊！哎，十九公，这种十九公长不大，很漂亮，很好吃的，回家做一条杂鱼可以。啊，那水养着啊，我刚刚还看到好几条，咱们慢慢找，这水坑底下。刚刚应该是一条八爪鱼在这附近，这边一条黑头，有的是哎。哎呀嘿，看我抓鱼技术怎么样？真不怎么样，又跑了。这边有一个，怎么办啊？我抓不到哎。嘿，哎，哇，抓到了，这条还行。来来来，上桶里面，这条大石块下面肯定有货，我得划拉划拉看看。这个石块底下，哇，这条十九公大一些，好漂亮！我要拿住它，别走别走，不行，来了，躲到石坑底下面去了。哎呀，来了，上我脚上！哇，这条看怎么样？这条比那条大多了，而且也好漂亮。来，上桶里面，这底下，我就总觉得这底下有货。要不下手下去套套吧，就怕套到大螃蟹，别夹着我就行了。袖子往上一点，因为刚刚看到一个八爪鱼在吐沫。真的不知道它上哪去了，毁了，找不到了。这边一下发现三条，一小窝，我这个桶在这里挡着，一条一条收进来。呀嘿，咦嘿，一条也没抓到吗？天哪，一条没抓到。这边真的好不好抓呀？这跑太快了，这东西。哎，底下还有，过来一条。哎嘿，太快了。咱们这边再换个水坑找找吧，感觉那个水坑都有点浑了，抓鱼技术确实也不大行。石坑底下，哎呦，这个下面有货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硬邦邦的。哦，这只大螃蟹，出来！我圈的好紧啊，这塞在这块的，怎么？出来！冲这边！哎，别伤到它！什么情况？怎么那么紧啊？上哪去？怎么弄的？我得把盒子搬起来。哎呀嘿，出来！卡住了！出来了！哇，这是个面包蟹！别跑！还想往里躲？哎！哦哟，这看这个面包蟹，好大呀！活的，也不知道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，是只母的吧？哎呦，面包蟹还在说话哎！哦，这底下里面都是黄，可好吃了。这面包蟹很懒，它不大爱动弹，看这大爪一直在勾我，它可能也是想攻击我吧。哇，这个可以，我就喜欢抓这种不大会动的东西，难度比较低，再给它收了。啊，可以，我算是抓到一条大货，继续抓到大货，让我又有信心了啊。咱们再继续换个水坑再找找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呢。看到是跟八爪鱼没有缘。哎呀，一直吐沫的八爪鱼刚刚让它跑了，没找到。我看这边，这边夹着一条鱼哎，这不是包公吗？你要黑？哦哟，妈呀！这海水好咸啊！哎呀嘿！我的妈！哎，好，你过来。天啊，这条鱼好凶啊！别，它尾巴一直在甩，好能甩。Bye-bye.
要包公，那么凶干什么？来来来，直接放桶里面吧，省得他直接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妈呀，这太有活力了！进来进来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哦，这条鱼脾气不大好，太能扑腾了。哎呀，我天啊，摄像和摄像机上面全都湿了，我的脸也都湿了。先朝这个水坑里面，我发现一条鱼，看看看，一条大只鱼，这条个头可过瘾。哇、哦，拿住了，看。哎，别动别动，憋出来憋出来，上我的桶里面来。哎，憋出来，我可以打点水哦。看这条怎么样？个头好大呀，这一条。耶，哦，斩了那个小鱼鳍啊，跟会飞一样，太棒了。这条大鱼可以能卖个好价钱。哦，前面还有一条呢。不注意的话根本就发现不了，这个水太浑了，跟这个鱼的颜色都有点看不清楚了。哦，这条小的，哎，别，妈呀！来，哇，这条小电鲟，看，可能是爸爸带着儿子吧，鸭子吃过粮，回家直接炖个小鱼锅贴吃，打点水。哇，这个桶啊，有点放不开他俩了，这只大的还得弯一下，委屈了你了啊。咱继续，哎，看，这边，我有一条八爪鱼，这一般真的是发现不了啊，这东西，短腿的，看，啊，都是泥啊，看这八爪鱼。个头还是不错的啊、哦，怎么样？收了啊！这个水坑是个宝坑啊！哇、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我直接从石头上把它，不会是什么籽之类的吧？啊？海葡萄？这什么呀？感觉有密集恐惧症的人还有点受不了。这边还有一坨。哎呦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啊？你知道吗？有点恶心。好多啊，看，好大呀！这边都是那些大爷啊、大妈他们，后来带这些回家把肉抠出来下个面条吃就行了。哎，咱不要这个，咱去抓几条大货。师傅，你够到什么了？你够到八爪鱼了吗？真的吗？师傅，你今天抓这么多八爪鱼啊？你从哪里勾出来的？太羞辱我！哦，看这边这个沙里面有个毛蛤蜊，哇，这个蟹蛤个头是不小，看，拿出来，哇，这个个头过瘾吧？看，这里面肉得很饱满啊，估计这个顶盖肥，收了啊，来吧，上我的桶里面。这边是这个沙滩群，哦，大哥，你脚后跟还有一个，哇，这个太会握沙了，握的跟沙里面都感觉发现不了，就整个都握进去了。哇，这只个头也不错哦，看，两只上货，都是我手掌心这么大的个头，带着了啊。哦，这一个个头也不小的样子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些握沙能力太强了。哦，这只大，抠出来了。我的妈呀，这只比那两只都要大哎！这个头过瘾啊，也带着了，今天运气不错。这个大圆球里面今天没有东西了啊，之前在这里经常会发现八爪鱼什么的会遗落在里面，今天是个空的。这个石块底下，喂，这个下面有货，看，这是一只八爪鱼，长腿的，看，哇塞，怎么样？这条腿又细又长。美腿呀、啊，来上货，收了啊！这边有一只派大星，好漂亮，看，这只海星啊，上面都是那个泥土，哇，拿出来还是很漂亮的啊、哦，颜值还是很高的，收了啊！看，这边有一个这个海葵哦，这里面有红色的，还有这个绿色的，看到没有？嘟，感觉它把我的手指头给吞噬了。前面有个大水坑，咱们去看看吧。水坑，哎，哦，这边有一条蛤蟆，是在这个石缝里面的，在这边。哇，这惊喜来的太突然了吧？是不是在午休？这只蛤蟆，我得把它一把拿起来。哇，看，这个头不小哎，呆呆的这一只，两个小鱼鳍跟两个小耳朵似的，这只好可爱哦。咱给它收了吧，趁它还没反过神来，可能一会儿啊，说两句话它又往外跑。
输了输了，这只个头还不小。站着啊，这边这个水坑里面底下一条鲈鱼，这条个头中等个头啊，身上受伤了，看不大游得起来了，还不错的啊，这种个头可以直接收了啊。站着，这边过来又一条，看这一条稍微小一点，但感觉这一条更活跃，你看这条会挣扎，哎，这条个头可以啊，两条可以一起清蒸给我儿子吃就可以了。这种小鲈鱼啊，哎，个头不大的反而好吃。哎呀，跑了，轻敌了，别走！哎呀嘿，输了啊！你们看这只八爪鱼在这里过沙，把它给忙的呀。这是一只长腿啊，这下来就看它这个往里缝里面拼命的钻，出来出来！哇，这个腿已经全进去了，我得把它拽出来。耶！哎，哦，出来了，看，还不错的一个个头啊，一只长腿，你看。这腿上吸盘上都是这个泥沙，差点将它全进去了。来上货，收了它。这个水坑里面咱们继续找一找啊。哦，你看前面是个什么面包蟹，这是只面包蟹啊。你看我过来它这个身体往下面沉了一下，好像在跟我点头似的。诶，它这个夹子还在动，是只活的。你看你看，哎呦，在底下还藏了一只海星，有没有？别夹我，你起来，来你起来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大小怎么样。哇，这个头好过瘾啊，这是一只大的面包蟹，来先放桶里面带着，底下有只海星，给你上点水。这只海星也不错，一只漂亮的胖大星，看可能跟这个面包蟹在一块儿谈恋爱呢。来一起带着你俩啊，不让你俩分开。前面一条这样的大鱼好大呀，直接游过去了。哦，这里的水有点深啊。哦，游得好快，看它身上溜着那个鱼鳍，那个刺，它跑到这石缝边了，我得摁住它。哦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卡住了。妈呀，坏了坏了，它那鱼鳃一松开，哦，夹到这个石缝底下。好漂亮一条面包公，看这个刺儿，啊、哦，一下子刺起来了。哎嘿，哎，妈！甩我鼻孔里面都是水，你怎么那么……啊，太烦人了！妈呀，抓不动啊！上哪去了？上这上这，这边水浅，来来来，我这就一把把它拿住。哇、哦，看看看，这一只，哇，个头怎么样？紫色的，颜色特别的漂亮啊，好大，你看。包公他这个脑袋鼓起来，是不是？你看跟大家打招呼了，张着大嘴，来来来，收了，上货。这底下看，一只八爪鱼，哇，一个大包头，他想往石缝里钻，弄了个大脑袋，可能是脑袋也太大了，钻不进去。哇，看这个个头，这也太爽了吧！你们看怎么样？啊，脑袋里真大，回家直接爆头就可以了啊！大八爪上货，来。收到它，这些纸块咱们都翻翻看啊。哎呀，嘿，哇呀，嘿。这边这个石头底下，看，这也是一条长腿八爪鱼，哇塞，也是很过瘾的个头。你看，哇，这个腿怎么样？都不错啊，这两条尤其的长，这个大长腿，来上货上货，今晚回家辣炒一盘是足够的。我的天、啊，发财了！你看，这边这个石缝底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哦，看，天哪，两只海参扒在这个石块上。吸附着好多这个海虹壳，一对儿哎，哎呀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两只在这里干什么呢？看这个刺儿圆圆的，这个刺儿都胖的没有了，这一对儿太可爱了啊！两只胖嘟嘟的小海参，
上货了，这底下没有了吧？哦，这纸盖上都是一些螺，海参咱收了啊，上货了。这边一条小鱼，小沙光鱼，在这个水坑当中，哎嘿，还想躲，这东西钻石块一流啊，钻进去就不好找出来了。收了啊，哎看，我这边一掉头，发现这个水坑里面一条老鼠鱼。哎呀，这个太可爱了，这一只，哎嘿，看，这是一条扒皮鱼，我们这边也叫老鼠鱼，长得有点像驴头马面。这只小啊，之前抓过那种大的，可好吃了。不管是清蒸、红烧都很不错，给它瘦了啊，很可爱。这底下这只八爪鱼，仔细看一下啊，它那个脑袋上面一闪一闪的，忽闪忽闪，能看出来吗？啊，能不能把它拍清楚啊？就是脑袋一直在闪忽闪忽的，跟变色似的。你看我一抓住它，身上直接煞白了。你看，它尿了。哇，一只短腿八爪鱼上货，上货！哎呦，看支棱起来了。咱继续啊，八爪鱼喜欢藏在这种缝隙当中啊。然后上面有点海草，就把它身上那个颜色啊，就给掩盖掉了，它就隐藏在这里面。看，刷刷又来一只，它也藏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好多人路过都不会被发现的。啊，这个隐藏能力太强了！看这边又一只，怎么样？鲜活的，这也是个短腿啊，两只上货了，请叫我赶海高手。你就抓章鱼还有点自信，抓海鳗我就怂了。走吧，咱继续上前找一找。哇塞，看这条鱼养了个白肚子，在这里自由自在的仰泳吗？这是个什么鱼啊？是死掉的吗？是不是死掉了？不过我看它鱼鳍还一直在动着呢，你挺悠闲自在啊。哦，是一条海鲈鱼，缺氧了。这条是半死不活的那种状态。哎，收了吧。啊，这底下还有一条，没动啊。哇，这条，哎呦，跑了，在这底下，身上带刺的这东西是什么鱼？我还没看清楚呢，是哪了？坏了，水黄了，找到鱼缸一把抓住了，坏了，但是刚摸到它的尾巴了，幸亏今天这个温度不是特别的冷，看到了，抓住它，哎。我连碰都没碰到，在这底下水红的地方，麻烦了。这条鱼大吗？哎呀，出来嘛，出来了。哎，不要了，烦死了。那条太小了，也没有什么肉，我去抓几条大的，树立一下我的信心。哦，这边一条鲈鱼，看，这条鲈鱼个头也不大呀。咦嘿，哎，这种缺氧的、半死不拉活的，捡着也没啥意思。哎，看，这边一条这样的比目鱼，这种鱼油炸特别的好吃，身上裹上那个鸡蛋液啊，大一点的话红烧就可以了。这个稍微有点小，活的。色泽度非常的好啊，收了，看它藏在这个地方，我一下子翻出来了。哎呀，你这个摄像不专业啊！怎么？我怎么了？瞎摸呀！对你一摸它一窟窿。对，除非能知道它从哪个位置，这里，摸到什么感觉都像是的。哎，一条鱼费那么大事吗？就这么大事，哎。石块底下握着一只八爪鱼，是个长腿。我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看是不是？哎呀，还想逃呢。这是个还不错吧，中等个头的长腿，回家适合辣炒，也适合白煮，都不错。收了啊，上货。前面这些石块底下，咱都翻一翻看看啊。这边那个水比较清，看这边这底下藏了一只短腿的。小短腿，嘿，这只个头不是很大哎，好可爱哦，这只，哎，看这个怎么样？哇，短腿的腿比较好吃啊，很脆。这个回家适合炒着吃。收了，这边这条。
条鱼大，是条治鱼。刚刚抓的那条小的抓那么长时间，这条大的我争取一把拿住它。哎呀嘿，拿住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我的妈呀！飞了这条鱼，上这边去了。哦，这条鱼探头鳞，好棒啊！它直接跳起来了。它、啊、这个鱼鳞啊，掉我一手，轻一点啊！一把握住它，别挣扎，别挣扎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看身上这个鱼鳞，受伤了。哎呦！妈呀，看这个头不错啊，太活了。哦，快进去吧，喷我身上都是这个鱼鳞啊，太不忍心了。不错不错，这条是真可以，够大的啊，带着了。哇、哦、最后一下子靴子进水了。哈、啊、拔凉拔凉的，快上去吧，走。哎呀，没想到今天最后一下把靴子里面都灌进去水了，里面都湿了，算了吧，回家再弄吧。